夏天冷了，我也有个暖被窝的小可爱。睡醒的小朋友，天都亮了，太阳晒屁股喽。你把拉链拉这么高干什么？因为我害怕冷。好粉都知道，小罗都是一个人睡，然后我跟两个小朋友睡。昨天晚上呢，冷了他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跑过来跟我们挤一张床。然后我们的床就是很挤了，变成一个公仔了。乖乖，临走了，语出惊人了。先来煮个早餐先，等下吃完早餐还做点糯米酒。今天天冷了，正是吃这个来补补身体的时候。然后我打算这一盆呢，全部拿来送我嫂子还有我朋友他们。上次有个网友说我可以做这个来去市场卖。其实我有点心动啊，但是呢没人帮我带呱呱，然后我一个人带他去，万一说跑丢了怎么来，那我还得不偿失，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先落下。呱呱上幼儿园啊，到时候我再考虑这个问题。早上煮好了，顺便把这个米给它蒸好。想了想还是不用这锅蒸，还是用电饭锅来煮那么好一点，太满了，我怕它是上面熟下面不熟。用电饭锅煮这个糯米的话呢，水要放的跟那个糯米平平的就行了，不需要太多，太多的话它就会煮出来口感就不好，太软。妈妈想吃糯米酒。妈妈才开始做呢。要咬开的，走，妈妈带你去看一下，应该是有风把这个门关上了，所以呱呱好害怕。啊，有没有大怪兽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来了来了，吃早餐了。给呱呱戴个袖套先。今天天气冷，我不想洗太多这种小小东西，就干脆买这种一次性的给他。哎，戴上，来吃东西手就不会脏了。我的这次怎么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呢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早餐吃完了，看看我的饭。哇，很漂亮哎，有点硬，可以。把糯米拿出来凉之前呢，一定要保证接触的东西都是无水无油的。妈妈，这里没有鲨鱼，今天你那里只有一个帽子，衣服，帽子就是鲨鱼的帽子啦。鲨鱼的帽子，因为啊，你给他帽子？不是，是我以前给他。水放少了。底下的都有点焦，很多朋友说做这个老是会发霉不成功。其实我在想，应该就是你接触的东西呢，就是放煮熟之后你接触的东西应该是有水或者有油啊才会发霉。还有就是你不能老是去打开看它，你可以用保鲜膜封起来，这样又是透明的，又能直接的看到它有没有发酵好。差点忘记了，还要准备一碗凉白开水，刚刚又忘记了，现在才准备。现在天凉，这个应该冷得比较快，好，温度可以了，下酒曲，均匀撒上去就行了。再来给它拌一拌，手也一定是要保持干燥的，容器也有讲究的，不能放到这种有涂层的锅里面，也不能放到那个铁锅里面，要放那种不锈钢的或者陶瓷的，一定要给它压实。中间这里掏一个大的洞，看它刚好是满的就行了，不需要太多，因为它到时候还会出水。保鲜膜包一包，这里用保鲜膜包的话一定要包好，不能让它有空气进去，把它放到一个地方让它发酵就行了。放在这里发酵三四天后应该就好了，刚好是星期六星期天，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又有借口去找我嫂子他们玩了。乖乖，妈妈忙完了，我们可以出去玩了。你要带什么玩具出去？你想带这个手机啊？今天的视频就玩到这里了，拜拜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